两位主持人长得好。太假了，这个两位主持人长得好熟悉啊！哎，你们知道吗？就像刚才那个刚刚见面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我的天哪！哎，你们长得很亲切，啥的很亲切。掉了。如果你笑的话，我也开心。让我可以摸摸你的小脸蛋吗？好。啊啥？对，中给酒。哎，对不对？我特别特别喜欢 BOYSTORY， 喜欢你们每一个人，六个人。这张签名专辑就送给你了。哇，谢谢，我太爱你了。可以听着我们的张胖做做运动。对，一起来看简介。What is the 简介？哦，电视购物节目播出之中，肉。张胖单曲唱片的电视购物节目播出当中，张胖单曲唱片的电视购物节目播出之后，在广大观众的中间发生了一件骚乱事件。在广大观众中间发生了，哎呀，怎么又发生了？产生了。张胖单曲唱片的电视购物节目播出之后，我好不容易，大哥。你不开心啊？这样我也会难过。哈，天气越来越暖和，大家不出去走一走运动呀？可以听着我们的张胖做做运动。对，一起来看简讯。真的是一句一句走的呀，真的。哦，好好谢谢。他们不但耐心地回答了观众的问题，还竭尽所能完成了粉丝提出的各种高精尖的任务。快看本台的即时报道，开始吧。高精尖的任务。你的问题，快看本台的即时报道。的观众真是不懂啊。他们不但耐心地回答了观众的问题，还竭尽全力，竭尽所能，亲自与中奖的观众进行了视频通话。视频通话，完成了所有粉丝提出的高精尖的任务。在广告之后马上回来。广告时间又到了。广告之后马上回来。不要走开呢。我的抢先，来吧。你在跳什么玩意儿？你时空穿越啊，怎么突然叫 Bridge？ 别跳。抱歉，抱歉。吓死我了。